别来！一级的勇士来没用。这么好玩是吧？现在不对了，这样玩是吧？花车都不要了，四个人来给他，三个人给他擦屁股。那我们玩。啊，这线你被单吃，他被压了这么多。不是被单吃的，好像是被抓，不对，是被单吃的。他为什么老是要喂？看着竞技战绩不像个脚本。起跑了，不是不带了。我最好从不要去打穿这个茅坑一样的星球。你们都不看版本改动的是吧？发现弱点，要一举破坏。里面有人才13刀，才三级打五级。哥，你的技能他妈这是过年的，我操，我真服了。哎，没运气游戏，没话可说。我傻逼，看着扎克往那边走的，我他妈卡了。加选择闪现吗？像这种对面很多回复带点也可以。烦呀！要把我第一只给打，好像撤。
这就是整个星系能献上的东西。我必须一直奔走。 还有闪的，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被单吃的。有点瓜皮。 这十一分钟也就能变蓝了。这样看来，我现在信他是卡了。 是战士，难道你就没有一丝天分去追求轰轰烈烈吗？饶了我吧！应该一扇的。 还是要把中路当突破口。炫彩的买不了。 把我秒了！我不相信你能这么容易就让我重生了。那你更愿意一直当个死人？
赋予我无穷的荣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不知道那边下路在哪。那削出蓝蛋吗？要的是那个削减速是只能取最高值的，但红蛋的话会冲突。可惜了，我刚刚被看到了。然后看来刚叫完技能，现在又好了。我的身后之名不止于此。
不知道为什么不选运符，选 NPC 这些东西有啥用啊？然后打半天死亡了，节奏好差啊！没强开，没硬控了。我说这妈家猫有点无敌了。我死太多了，五次，我感觉好几次都不该死。我打过的几率很小，我说我打过的几率很小，除非我能把他魅力杀了，有点难。你们少个人啊，他们那个闪没看懂啊，一个逼死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，感谢小虎牙的，感谢小虎牙的魔法书，感谢感谢老板大师，老板大师，感谢魔法书，感谢小虎牙的魔法书。看不到全程了，现在做不了，要做也得等，做巨石也得等后面。我的闪现有点浪费了，然后他会死，我就不招闪了。死了！
今天是没踢，随便打的。今天是没踢，只有脑袋。 他的 buff 不一起团，先把这个推了。因为没技能，随便推的。你刚才做的啥？这一套啊！ 触发行驶，不然我还能杀他的。他这装备很脆的，哎呦！触发行驶的，我刚刚可以多 A 一下，直接多 A 一下一个耳就没了。 加什么？加个 CD 装45。哎呀，玩的好奇怪。 不太像用，那还真是一秒躺，全是一秒躺。标记一下。 手感很不对，说实话，手感很不对。